我想要入学圣彼得斯顿，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去。不如寂寞的冷北地的学可爱的钱，不然我水月上学的事你想都不要想，没得上。妹妹，哥哥们的智商都在500以上，是你250智商的两倍，有哥哥们辅导你就够了。但是我勾勾的呢。别以为不知道，你上学就是为了去见皇甫酷炫狂拽邪魅狂狷冷酷霸道龙的。啊，原来他的名字叫皇甫酷炫狂拽邪魅狂狷冷酷霸道龙啊。反正哥哥们是不会同意的，你天生就拥有着七彩头发七彩的眼睛，你的存在本身就很危险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羡慕和嫉妒你，哥哥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月的哥哥们，你们先冷静，我是地球第一大家族的继承人雪，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帮派魅影帮的大帮主兼创始人。听都没听懂，怎么着，怎么跟我学姐说话呢？有点大力量。这一次我们三个会跟月一起入学圣彼得斯顿。知道我们三个跟月一起入学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四个会一起上学。哥哥们，看来是时候了。月不要参见家族神女。好吧，月儿，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把哥哥们变不再阻拦，但是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要隐藏身份。隐藏身份？没错，因为你是皇甫酷炫狂拽邪魅狂狷冷酷霸道龙，你掌握着全球经济命脉，你怎么能肯定那个女生是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马内呢？没错，她还有可能只是爱我的容貌。哦，我同意你说的。哥哥们，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我会